空大店一口气在西班牙 MWC 大展上头端出了三款新产品，包括了旗舰手机 M9、智慧手环，还有虚拟实境的眼罩。董事长王雪红喊话了，瞄准物联网商机，将会以 R1 的概念推出各样系列的商品，也暗示宏达电一路走过了代工、推广自有品牌之后，现在要正式切入物联网应用的商机。